呀，各位早！上帝恩待我这几十年来啊，常常启示叫我知道一些很好的题目，一起来分享。我很少很少重复以前讲过的道，可能有些呢，如果你发现我有六十年的经验，我重复了我都不知道。今天呢，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。摆明的错千万不要犯，因为这个心理学面来讲啊，很大的问题，摆明是错你还要犯，那摆明是错你还要犯，你还是要犯。而且圣经的真理摆明很清楚，你知道你理解你能做，但是你就是不做，明白我的表达吗？明白吗？你来听我，这是第二次，可能有时候我的表达你不习惯。摆明知道圣经的教训，你明白，你知道，你能照着做，你就死也不做，决心不做。这种人呢，没有得救。这不需要来圣经的真理，你读一点心理学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心理。摆明的错你还要犯，你自己去研究，找心理学家问为什么有这种人摆明的错能够遵循，他还是决心不遵循。为什么有着一种人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如果你讲圣经呢，很明显他的心已经给魔鬼控制，这也是圣经里讲的，魔鬼已经彻底完全控制了他的魂，他没有自己的意愿，没有自己的能力，他只能乖乖的照着魔鬼说的遵循。他不是自己，因为他自己在魔鬼的控制里面已经死掉了，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。前程的错呢还有得救，我刚才祷告时已经提过了，使徒保罗以前的名字是扫罗，他非常虔诚信旧约摩西那一套，特别是十条诫命，除了第一条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他深深的相信，而且奉献他一辈子生命来保护来维持这一条，不论如何他也要不单是自己遵守，还要所有他的同胞也遵守。那个时候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胆敢不遵守你就要死， OK， 这是他的信心，本来的信心。因为耶稣说他就是神，他直截了当告诉他们，你们看见天父就是看见我，我与父原为一，我今天讲的话不是我的，是天父叫我讲的。很多这种睿智的话使徒保罗听起来都非常刺耳，所以他决心
耶稣要死，所有信他人也必须死。这是他虔诚的错，而且错得好厉害。今天我讲中国人里面，外国人已经没得救，你不需要搞了。好像犹太人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45年前，1974年，我们一般人从 Texas Tennessee 组织上来，世贸大厦里面租一层楼，他们专向各种民族、各种语言，我是专向中国人。OK， 有一班专向犹太人，他叫我帮忙，我说我不帮。你不爱犹太人吗？我爱他们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办法？使徒保罗也搞不定，他立刻没话说。圣经记载了，特别是罗马书第9章、第10章，还有哥林多前书第9章里面，他讲得很清楚。使徒保罗搞不定，我胆敢去搞，我不要浪费时间。我是这样很散之自来自去的人，我不做这些不成的事。使徒保罗是虔诚的事，虔诚的错，所以神恩待他。眼前摆明错，你还是要犯，你没得救。人说我要照我们照圣经信耶稣，但是去圣经没有的教会，传美国、传欧洲，我们不讲中国，中国没有，都是这个情况。他们的教会圣经没有记载的，在美国这里有好些人，我刚刚来的时候，很多人要给我变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。但是现在呢，不同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圣经只有我们中国人想得清楚的。我敢讲这句话，外国人要挑战也可以，他讲英文就行，我不会讲其他的文。OK， 上帝恩待我，照着圣经，但是去圣经里面没有人教会。人说，我们知道耶稣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耶稣已经建立了教会。那谁还要建立教会？耶稣建立了教会，你参加就行了吗？所以上个礼拜我跟你分享，一个穿着很漂亮、很整齐，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要来租这个地方，下午可以聚会。我说，你信耶稣就来跟我们一起聚会行了，跳不起来。幸亏他还有这点修养，不然他骂我也不好。OK， 我说你 OK， 耶稣建立了教会，你参加就行了，你再搞一个 OK， 你摆明要什么？最好讲的就是跟耶稣争生意。现在他们开餐馆也是这样，哇，这里餐馆中国餐馆，你开什么越南菜？哇，这么好生意啊，各位开多一个。明白？你是这样吗 ？OK， 耶稣已经建立了教会，你参加就行了嘛。这里有圣经的记载，听清楚啊，《使徒行传》18章，使徒保罗第一个到哥林多传道，成立了教会。后来彼得来了，他也带领一帮人信耶稣。彼得是使徒保罗的老大哥，他最有资格。你保罗是我的小弟弟，我来了，你要让位，明白吗？你不让位，我就搞多一个给你看。我是你的长兄，而且他没有。他也参加保罗已经开始的教会，传天下，这是圣经里面榜样。后来亚波罗来了，
亚波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传道人，在耶稣的教训已经有彻底的教训，明白圣经真理，有口才，有学问，非常好的。所以但是呢，他就少了一个，他少有在传约翰的洗礼。 OK， 后来他要修正，也就是说我已经有了教，已经胜利了教会，那亚波罗来了，他也传到有人信耶稣受洗，他有没有开始过？也没有。那传下传天下其他的教会怎么样呢？都是基督的教会。 OK， 好像我们这里有中国人的基督教会，韩国人的基督教会，西班牙的基督教会，有美国人的基督教会，我们甚至还有白种人的教会，基督教会，还有黑人的基督教会。问题是都是基督的教会。我刚才讲上了恩典，几十年前有人跟我辩，我那时候没有本事，现在我可以说，我们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，你叫的名字搞错了，其他给你讲一千年也是废话。这句话传天下没得变的，你改教会成为基督的教会这么难吗？我帮你忙，我出钱，请建筑家你帮忙啊，请建筑家把你的名字拆下来装上基督的教会，你可以，你给我这样做就行了，你不需要出钱，也不需要出力，我可以帮你忙。你名不正言不顺，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名正言顺非常要紧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去教会，没有耶稣，没有建立的教会，什么教会 谁开始的，什么教会谁创办，他们还有个创办教会，谁创办谁创，我都知道的。我们神学院里面有个宗教比较，不单是什么教什么教，还要比什么宗派。人知道耶稣说向普天下万民传福音，他们现在在中国，我听一听见我就头痛，传教传教，他们的海报筹款的海报都是我们去那里宣教，我们那里传教，传教是哪里来的？圣经没有的啊。再提你一次，基督教圣经没有的，基督教没有一个信耶稣，你要小心，我讲了60年还没有人能够变。我有圣经根据，一节圣经很清楚，使徒行传2:47，使徒行传2:47，人都知道向普天下万民要传福音，马可16:5，但是他们向普天下传了基督教。我这辈子就常常奇怪，共产主义，所有共产主义的信徒国家，我没有听过有人提到我们清朝末期八国联军来中国抢东西做强盗。八国联军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徒，基督教徒去抢东西，怎么无神论的人不讲这句话呢？反而等我来讲，这就奇怪了。可能是因为我是小人物，讲的都没有人听，所以根本不关重要。但是这是现实，八国联军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的人，他们是强盗。如果
我是习近平，我会讲这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说他对不对，我是讲现实，历史记载的现实。OK， 我也不批评，这是基督教所做的历史现实，你现在向 Google 去查就行了，他怎么抢什么东西？向万民传福音，耶稣的福音，不是基督教，不是传教，人都知道圣经里面教会叫基督的教会。我常常记得我们这里有位姐妹，她家里来了一个19岁一个20岁的长老，我每次我提到这里我就开我就笑，19、24岁的长老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们叫的名字圣经有没有？他立刻知道，他麻烦了，没有。然后那个19岁的就反问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反问，那你们教会是名字圣经有，那个20岁给他一个赏，他一个耳光，不要问，因为他是19岁不知道圣经里面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，所以他赏了，你不要问。哎呦，我一辈子在想，那20岁的长老都知道，我不讲他是谁，总而言之呢，是非常无知的，但是去教会的他不是基督的教会。扫罗是虔诚的错，热心敬畏神，我逼迫基督的教会。我刚才已经提过了，这是扫罗的一辈子的诚心信靠神，任何人跟我信的不相同都要死，他是这种的心。OK， 当史蒂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他投票正赞成。那日耶路撒冷大遭教会大大遭遇迫害，除了使徒不怕死，其他的信徒都跑掉了，跑到各边去。耶稣也想，你们会受到大逼迫，说有人要把你们杀掉，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逃，耶稣告诉他们逃，你放心，以色列的城市你还没有逃完的时候我会再来了，所以他们逃，都逃离耶路撒冷到其他地方去。要记得他们逃离耶稣到其他地方去传道，我记得扫罗要害主的门徒，他还不单纯耶稣了，还要去大马色叙利亚那里，大祭司给他文书，给他是有权柄，若是找着信耶稣的人，无论是男女，准许他捆绑带到耶稣了，放在监牢里面或者杀掉。扫罗要毁灭基督的教会，一家家去做呢，厉害，他不是政府，他是有这个权柄，他能够一家家去找。哎，现在北京没有这样做，北京没有，还没有这样做，一家家去找，要坐牢要杀的。保罗是这种，扫罗是这种人。保罗自己被迫害的时候后来悔改，反过来人家迫害他了，他有经验了，你现在迫害我，我以前过做的比你彻底，你不够过来搞我，以前这是我以前做的嘛，你们现在做太迟了，你们搞错。上帝恩典，在这一方面我是在宗派教会里面长出来的，他们很辛苦，
训练我18年，从一个街边打玻璃碗的小孩子拍我肩膀带我去给我吃给我教育，然后我在那里教2年数学，一共18年。后来我发现基督教会那一套东西，我回去跟他们讨论，他们说因为你很年轻，给异端迷惑了。我说好，那我请他来，你跟他辩，这是正常嘛，辩不过，他们有一个好的方法逃避，圣灵光照不相同，圣灵光照不相同，现在还在用 OK， 上恩待我，这种的伎俩没有办法骗到我。现在呢，我有150年前写出来的原文字典，还有3种原文的希腊文，原本是什么意思？以前从前我自己为以为应当多方面的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，凡是信耶稣都是该死的，我从前涉毒逼迫武慢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他犯了很大的错，但是呢是虔诚的错，我要遵循我已经信的那一套，我也经过那一套，后来我彻底上帝恩待。他们用的是罗马书，基督教会用的是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、使徒行传，他们是用罗马书、用加太书、用以弗所书。我现在把它简单的告诉你，圣经里有66卷，我们神学院每一卷考试的时候都要知道，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每一本书你都要知道它大概的内容 OK， 上帝恩待我没有问题。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专心一本书我看过一次就可以记住95%，不完全。但英文生字呢，我看过一次就可以得到95分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上帝恩待我，我们都要知道的，就是创世纪每一本书一直下来。以前呢我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以弗所书、罗马书、加太书是教会里面的事情，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、使徒行传向外面万民讲的事情，找错对象。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犯错，看见吗？我不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不明白的时候犯的错，要记得我不明白，我没有信或者信心不够犯的错，有的救。要记得百名知道的错，甚至最近有人我连提4次，
世界上的人呢讲什么三次，我通常对小孩子最多是讲两次，有时候我生气起来会一次，那普通人呢三次，我讲了四次还是不遵循，明白摆在你眼前，使徒保罗说我不信我不明白的时候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典格外的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，神特别恩待我，这种心情我理解。 OK， 我在那失败没有办法离开，如果不是我旁边还有我的数学老师，还有我的音乐老师，还有我的同学，同一辈的朋友鼓励我帮助我，我才能够离开。每一次我回去香港，我还是要去那里看他们，他们是我的家，是我长大受教育的地方，我不能忘记。但是来到圣经的真理，我必须遵循。 OK， 圣经的真理你必须遵循。上帝恩待我，我现在讲的传天下没有人能够变的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你要跟我变，你要先把你教会的名字改成基督的教会，你这一关就过不了了。 OK， 其他都是废话，你名字不对其他都是废话，这是我们有一点教育的人都明白的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一定是这样。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我犯最多的罪，而且是最大的罪，但是神怜悯帮助我拯救我，我犯了很大很大的错，但是呢为什么我能够得到神的恩典，丰富的恩典？因为我是不知道不信不明白的时候犯的错，摆明明知故犯的错，没有机会。这里有机会你可以大家自己去讨论，如果你有借的小姐你有麻烦。这些犹太人是摆明的错了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就瞎眼，门徒问耶稣，夫子，这人生来就瞎眼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，是他父母？耶稣说，小心看啊。耶稣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这个人生下来瞎眼，在这种事情我常常感谢神，我们不需要做这个工作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？生出来瞎眼，而彰显神的工作。神的工作就在他身上彰显，怎么彰显呢？他生了就瞎眼，传天下人不能医，但是他可以用口水泥巴抹上去，而且去池那里洗，你口水泥巴抹在眼睛一定要洗了吧，你一洗就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不是因为父母犯罪，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，是要显出来耶稣是神，证明耶稣是神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，彰显神的工作。耶稣是神，所以他可以叫
生来瞎眼的人看见，啊，世界上其他人要这样相信，人不能做，你亲眼看见他生来瞎眼，现在看见了。法利赛人中有人说，这个人不是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这我还明白，他们就是要找一个东西来跟你抬杠，明白吗？要找一个东西，人家在讲这个眼睛本来瞎的，现在好了，他来搞一个，移转一个题目，他不守安息日，他医治他的时候是安息日，他不应该这样做的。这些犹太人用守安息日做理由来拒绝神的工作，推翻神的工作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啊，小心这个哈！他们骂他说啊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上帝恩待我不在那里，摩西没有你这种门徒，你是我们叫做侮辱你的摩西啊！我们知道神，小心，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畏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人才听。神不听罪人，小心这个。在这件事情，叫做瞎眼看见，神不听罪人。记得，如果你不是神，你不是神所授权的人，你不能做这个神迹。是这个要小心，因为你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神听罪人，所以要小心。所以你圣经创世到启示要知道，这里你要小心。等一下到了那里，可能有矛盾，明白？所以整本圣经的系统，你必须要知道，神听罪人，罪人可以祷告神啊，求你救我。那神怎么样救你呢？带领你去基督的教会。现在很可惜，有些人在每天祷告、祷告、祷告。我不是要讥笑人啊。我知道有一帮人呢、啊，早上5点到6点，5点6点，在教堂祷告1个小时，他们很准时的，5点到6点，在教堂里面，我家过边那个就是，所以最清楚，5点到6点，祷告祷告祷告。但是我问他，你知道这本圣经翻译错？他没有兴趣。另一个我又问他，我不是想要拉你，我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拿着那手拿着那本圣经有很多错的，我没兴趣。小云，他们没有兴趣。在圣经的真理，他闭起来瞎眼没有办法看，他就祷告，主啊主啊主啊。我年轻的时候还笑，才在笑他们，他们是在煮饭的煮，煮来煮去的煮不熟，他们对圣经没有兴趣。神不听罪人，就是这个眼瞎眼看见他不是罪人。这个耶稣能够做这个事情，他不是罪人。如果他是罪人的话，这个眼睛他开不了的。从创世以来，没曾听见，瞎子能够看见。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不能做？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他就不会做。所以刚才我们说，这个人生来就瞎眼，为什么？这个人生来就瞎眼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父母犯罪，这是另外一个学问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讨论。父母犯罪，他孩子生来就瞎眼，还有不是他自己犯罪。乃是要接受他这个瞎眼，彰显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
耶稣是神派来的先知 ，OK， 耶稣是神派来的救主，他生了一个瞎眼，给耶稣有个机会，在众犹太人面前彰显出来的他从神来的能力 ，OK， 所以他们这里如果不是从神来的，他不能做这个事情，这就证明他是从神来的。他们回答说：“你全是在罪业中。”还要教训我们吗？意思把他赶出去的。耶稣听他们说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：“啊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那耶稣直截了当告诉他了，很简单。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与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这个很巧妙，我很喜欢，很高兴读这些经文，也就直截了当告诉他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今天能够叫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眼睛看见，这是人做不到的，但是我是神的儿子。后来他还告诉他们，神与我原为义，他说主啊，我信，就拜他。所以这个愿意被神所用生来瞎眼，这也是他的工作，他也得救了。哎呀，也是眼睛看见了。他只是呢，这只是年最少我不晓得多少人后面有多少多少岁，总之他生来就瞎眼，然后耶稣呢来医治他。这些犹太人摆明的错 ，OK， 犹太人摆明的错。有人带着一个坛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人太多挤不进去，所以上房顶穿这个大洞把它坠下来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说什么？小子，你的罪都赦免了。几个文士在那里说，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说话呢？这前往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小心怎么？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赦罪。小心，他们承认，除了神，没有人能够赦罪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这样议论，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议论？”对坛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然后要小心，耶稣怎么样彰显、说明，他就是神。这个很难搞的，明白？你不要说，好像今天我对这一些人说，我今天讲的话没有人能够变，这句话有多少人愿意信呢？还有我说整个欧洲神学家没有一个信耶稣，我这种话有谁愿意听呢？哦，欢迎你们来，你欢迎听我这句话吗？整欧洲的神学家没有一个信耶稣，这话很难听是吧？我们中国人最什么？崇拜欧洲神学家，都要去受那里受他的教训。但是我只能讲这句话 ，OK。总而言之呢，坛子耶稣就是坛子说你的罪赦了，因为他们刚才说什么？除了神，没有人能够赦罪。耶稣说。你的罪赦了，什么意思？就直接了当告诉他，我就是神，让你们看见了了。OK， 所以起来，拿捏褥子回家去。他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只在地上有罪，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坛子说，吩咐他起来，拿捏褥子回家去吧，立刻，小心。现在有一帮人，有一帮传道人要骗你。他们都是基督教，基督教会骗人，你要小心。他会行神迹，要记得，这种神迹才是神迹。坛子立刻起来的，不是慢慢起来，也不需要他扶着起来，明白？我看见现在有那些神迹医病啊，他是要人在那扶着起来，或者慢慢起来。如果起不来呢，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好。我也会说啊，
OK， 我可以立刻叫所有的人都相信我是会神迹医病。我到医院里面每一个病人，我都为他祷告，你今天就好了。今天你，然后你站在医院门口，一定有几个人出来。你看，我刚才祷告他出来了。我这个把戏我不会感冒，哎呀，以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事，见了哪？要记得，只有神能做，耶稣能做，你说的吗？只有神能做，耶稣能做。我们哲学上面不是有三乘论吗 ？OK， 只有神能做，耶稣能做，所以耶稣是神，这么简单的道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神。”2000年前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，但是没有人信。信的人有福气，很多人没有信。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犹太人不信。所以今天有人告诉我，向犹太人福音传福音，我说你去搞，我不搞，我没有这个能耐。我是上帝恩待我，我是来纽约专门向中国人传道，我不怕人家听见了，明白吗？因为另外一帮人专门向犹太人，另外一帮人专门向其他的人，我是专向中国人。你们两位是中国人吧？所以我不会没有得罪你啊，上帝恩待我们，神赐给我们这个地方，还有安安静静在这里照着圣经敬拜敬拜神，很难得，希望你们能够常常来。等一下我们11:20啊，是有这个英文的讲道，这个道理都是一样。还有下午呢，我们有这个姐妹会，姐妹们记得要参加。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带领保守我们，把圣经真理启示我们，可以叫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学习。求天父继续的保守我们离开罪恶试探，叫我们有好行为荣耀的名字。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 Amen. Yeah,